首先为大家带来表演的是歌手菲儿，那他将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野百合也有春天》，掌声有请。你可知道，我爱你想你，愿你念你，深情永不变。难道你不曾回头想想昨日的誓言？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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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谢谢。菲儿，你这歌唱得很煽情。谢谢主任。如果有几首歌能换成钢琴伴奏，效果会更好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多谢主任指点。那去报名吧。啊，好。好，我去了。去吧。好。好，哎。谢谢安博，我现在所有的胆怯都没有了。有信心吗？有。哎，不过钢琴伴奏怎么办呀？我这儿有一个合适的人选。啊，谁呀？说你生那么大气干什么啊？还没影的事儿呢，别听人家说啥就是。哎呀，行了行，你可别叨叨了，这叨叨人心烦劲儿了，你说是？不行，我得弄清楚怎么回事啊。文燕啊，你赶紧回来。你爸哮喘病又犯了，你快点啊！啥哮喘病又犯了？你咋骗闺女呢？有事说事儿呗。天都要塌下来了。没事儿，啊！你爸没犯病，我犯病了。妈，你怎么了？妈妈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我问你，梁长久外头是不是养小三儿了？哎，你说这事儿干嘛呀？什么叫说这事儿干嘛呀？到底有没有这么回事儿？你说不说？你不说我梁长久去。哎呀！
别逼孩子了。我必须逼他，你不跟我说实话，你就不是我亲闺女。怎么回事？有这事儿？都已经过去了。长久他是被人陷害的，陷害？篱笆没有洞，狐狸能钻进来吗？你老公要不贪恋女色，那小三他能有机会吗？就这样你们还过着呢，怎么不离婚呢？那女的都已经死了，他留下一份遗书，他说了是这女的故意设计一场闹剧，他故意陷害长久的。我不信，我找他们去。妈，我求你们，这事儿过去了，你别闹了。在我这儿没过去，也不可能过去。我求你，哎呀，我说你别胡闹了，好不好？爸，爸你怎么了？啊，要不要去医院呢？啊，爸，爸没事。哎，追上你妈，不然会出乱子的。哎，快去！你先坐下，啊！快去！呀，谁来？来了！别敲了，呀，庆庆母啊！我找你们的宝贝儿子梁长久。妈，庆庆母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坐下。梁长久啊，你这个负心汉，你竟然在外头养小三儿，你还是人吗你呀？妈，您听别人说什么了？我听谁说什么了？我还用听人说什么吗？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啊！哎，亲家母，你说话你得有根据。我叫什么根据？根据呀！街坊四邻的都知道了，全顿球人人都知道了，就我和他爸还蒙在鼓里呀！哎，那个亲家母，亲家母，你消气儿，啊！你听我解释，这件事儿啊，它不像你想象的那样。那是我想象出来的吗？那是你儿子干出来的！哎呀，亲家母，你要有什么话，你出来！行了，你们都是一窝子的，让两个孩子上外边住是吧？鼓动我那外孙子跟我作对，这不都是你们干的烂事吗？爸，亲家母，你有啥事你别说孩子，你冲我来好吗？孩子也是你们调教出来的吧？老话说得好，爹怂怂一个，娘烂烂一窝。你说什么呢你？你简直太混账了！你说我混账？对，我就说你混账！你教育出这样的儿子，你说我混账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混账啊？你才混账！哎呀，你混账！妈，妈，妈，妈呢？妈，妈，你这么大仇怎么还动手？你们两个都是我妈，行了吗？我有证明我自己清白的东西。您等着，太不像我打上门来了。来，你们还有理？爸，您看看，什么呀？这是？干嘛呀？哎呀妈，你误会长久了。长久没有辜负我，更没有辜负我们这个家。哎呀，你呀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对于咱们家来讲，那就是一场误会。该给长久道个歉。我道什么歉呢？我道歉，就算是个误会，不是同学那么多人聚会，那怎么就选中他了呢？因为我儿子老实。老实是不是？对，老让人欺负。行，你赶紧跟这个老实的窝囊废离婚。不是，咱丢不起这个人。姥姥，我们出去散散步好吗？我不去。姥姥，我求你了。
真是对不起呀，啊。长久了，我愿意给他赔礼道歉，行了吧？嗯，你呀，不单单是错怪了长久，还错怪了亲家，你必须给亲家道个歉。是。行，我花钱摆一桌，给他们集体赔礼道歉，行了吧？嗯，行。态度要诚恳啊，必须得真诚。我都花钱请客了，还不诚恳，还不真诚啊？真诚，真诚。文文，你跟你姥姥说什么了？我把咱们家的事儿都说了。嗯，求他不要拆散我爸和我妈。他什么态度？嗯，后来他搂着我哭了。哟，他还会哭？文文，看来呀，你的恳求起作用了。爷爷奶奶，嗯。姥姥她其实不是恶人，你原谅她吧。不原谅，她就是恶人。你说，她怎么能是恶人？如果她是恶人，能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女儿？是啊，妈，您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啊。文燕来电话了，长久。喂，文燕啊，我妈想请你爸妈大家一起吃个饭，她道个歉。是吗？行，那我跟我爸妈说一声啊。爸妈，文燕她妈想一起吃个饭，
顺便道个歉。不去。八抬大轿请也不去，那个母老虎这一爪子给我怼的，差点没掉了环儿。你看你，你还端上了，端就端，谁爱去谁去，我不去。妈，奶奶，以后你先。这怎么办啊？没事，抽风释放一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大家稍等啊，还有两个菜，一个汤，一个是我最拿手的红烧桂鱼。好，哎，我先打个场子。好，在座的都是亲朋好友，啊，这个长久和文燕他们这个家庭，四位老人一个孩子，应该说是典型的，能够代表咱们中国这种421形式的家庭。前一段时间家里头，因为一些误会出了点小插曲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就不细说了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沟沟坎坎都过去了啊，得到了很好的解决。其实我在想，他们把这个坎儿迈过去了，它本身也代表着一种啊，咱们现在国家的一种社会现象，它具有代表性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小家的问题处理好，那么其实也是为这个国家的建设做出了一份努力。对，说得好。所以我说这个事情挺好啊，今天大家坐在一起，这个咱们就欢迎文燕的母亲给大伙发表一个热情洋溢的祝酒词吧。哎呀，你说来惭愧呀，头段时间呢，我和亲家还有孩子闹了点小小的矛盾。哎呀，惊扰了大家是吧？在这里呢，我给大家都赔个不是。哎呀，在这里啊，我给我的好亲家、好亲家母，还有我的好女婿赔个礼、道个歉啊。那个，我的无理取闹把你们的好日子都给搅扰了，那个我请你们原谅。亲家母，你赶紧坐下，赶紧坐下吧。哎呀，你别这样，你这样我承受不起。你看，其实吧，那个我想说的是哈，就像咱们这种家庭，就像刚才安子说的，是典型的421家庭。你说421家庭哪能没有矛盾呢？哈，马勺哪能不碰锅沿儿啊？是吧？啊，没有矛盾那不可能啊！其实有矛盾没事儿啊，不打不成亲嘛，是不是啊？彼此互相了解了，啥事儿都好办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刚才吧，这个亲家母还给大伙儿道了个歉。其实我这人吧，脾气特火爆啊，我也应该给大伙儿道个歉。我希望你们呐原谅我啊，原谅我，道个歉，道个歉。哎呀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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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那我原谅你了。我这人呢，心口是统一的，我也原谅你，我这个人心口也是统一的。那什么。我再说两句，我呀备了点薄酒和盛宴，谢谢你们大家能够赏光啊。那个，那就干一杯吧。来来来，哎，来来来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来来来。你忘哪了？红烧桂鱼来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这手艺还真……我跟你们说，这海鲜我不行，但是这个卤菜呀，我跟你。我说一，没人敢说二。好，好，好，尝尝尝尝。别光说话，来来来来来来。今天啊是个好日子，我呢也想说两句。我心里有个想法，其实当时在办这个《夕阳红乐园》的时候就有了，只是没有把它说出来。今天呢，我把它说给大家听听。我一直想，咱们这么多年的这个老朋友了，大家到了晚年的时候，能不能再聚到一起过一次集体生活呢？彼此相互帮助，相互爱护，相互支持，相互照顾，咱们在一起来那个集体养老，怎么样？这好嘛！哎呀，好想法，国庆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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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所以今天我把这个倡议提出来，我就希望各位啊，回去都认真的想一想，跟家人也好好的商量商量，
如果真的觉得可行，欢迎大家一起加入我的这个集体养老计划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，我觉得好。我觉得一定得不了。安哥，真打算请大家住进夕阳红乐园去养老吗？是啊，看来我的理想很快就要实现了。你愿意吗？我觉得这事儿吧，还得慎重，得多听听孩子们的意见。所以我今天先提出个动议，最终还是要看大家的选择嘛。集体养老有好处，说说笑笑，热热闹闹的。不过也会闹矛盾，如果伤了和气，反而不好。这个事情还是要从长计议。另外，我还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。嗯，什么事儿啊？菲儿已经报名参加日照电视歌手大奖赛。需要一个钢琴伴奏，能不能劳你的大驾支持一下？我俩有那么熟吗？我为什么要给他帮忙啊？再说了，如果帮了倒忙怎么办？你就说你愿意不愿意吧。我呢，做人是有原则的，爸妈也是有原则的。你帮忙的原则是什么？我有自己的演出任务，我没有空去给人做伴奏。安博，韩阿姨，她是不是还是对我有成见啊？她不是冲你，而是冲着我。你不要多想，去认真的训练就好了。嗯，好。哎，老公，那个，俺说那个集体养老。事儿，你敢不感兴趣？感兴趣啊，可是就是吧，让我彻底离开家，住进夕阳红暖心乐园去，这心理准备不足。我有一个办法，可以做到两全其美。什么两全其美？你看啊，嗯，那个，咱们两个，不是住进了夕阳红驿站了吗？嗯，这房子就腾出来了。嗯，哎，咱们呢，让这个亲家，还有亲家母，还有咱儿子文彦，让他们搬这儿来住啊。哦，怎么样？那文文呢？文文怎么办啊？啊，我跟他唠过了，他说能考上高中他就住校。哎呦，这么小就住校过集体生活啊？过早的过集体生活也不见得是坏事，这对他的自立自强那是有好处的。哦，那长久和文燕家那两间房子空着呢，租出去啊，那个租金还能补贴他们呢。
怎么了，妈？又有不高兴的事了？啊，没事儿。我在想啊，你安博今天的提议。什么提议啊？他想邀请我们几个知青战友，住进他的西安红影站。以后啊，一起养老。挺好啊，这主意不错。你看啊，现在西安红驿站越来越舒服，又那么温馨，好多老人都喜欢去那儿，我觉得挺好的，而且离家又近。你呀，想去那边住段时间你就过去，想回家呀你就回家，反正啊，不管你在哪儿养老，我是肯定给你养老。可是我还是不想去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现在杜宝越来越懂事了，等将来他成家了、立业了、有出息了，我就跟着他，他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妈，你说这观念你什么时候才能变过来呀？现在杜宝都这么大了，你又这把年纪了，有大把的时间就应该好好享受时光，有时间多出去旅游，看看风景。你又喜欢唱歌跳舞。这个年纪就应该活出你自己。杜宝将来肯定会结婚生子，难不成你还帮他带孩子？兴许人那时候还嫌你是个累赘呢。是啊，你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的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不讲这事儿了。再说了，我跟你安博的疙瘩还没解开呢，不说了。您呐。跟谁呀、啊，都有个疙瘩。老师，您看能不能够再通融一下，合理的这个安排一下时间？对不起，我最近真的没有时间。是这样，我们这个孩子能够获得这样一个机会，确实不容易。我们大家都想能够。让他在这次机会当中有一个很好的表现，他如果真是这方面的人才，您说，咱们没有做到位的话，把孩子给耽误了，是不是很可惜呀？您能不能再考虑考虑，尽量抽出时间给我们好好的点拨一下？行，那孩子来吧，我安排好时间让他过来。那可太好了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你把杜宝和菲儿都培养出来了，什么时候培养我一下呗？可以啊，关键你得做出几个像样的菜来啊。有啊，那鲁菜和粤菜都是我的拿手菜啊。你就天天用这老三样对付我们，快歇菜了。这不是健康吗？没事的啊，好。嗯。还没接、啊？哎呀，没接电话呀，安博。怎么回事？不应该呀。就是，应该早就在路上了，会不会堵车啊？感谢刚才这位歌手的精彩表演。安博来不及了，接我上场了，我自己拿，还记得慢走吧。别慌，别慌，稳住了啊！啊，稳稳住劲儿，哎。啊，好。Remember me, you'll never
欢迎各位来到日照歌手大奖赛，接下时间进入到最为紧张的评审的环节。今天的选手的成绩如何？首先让我们有请各位选手登场。好，那接下来时间呢，就要请评委老师为现场的各位选手打分了。首先，让我们为26号选手打分，请打分。好，5票全票通过，恭喜。接下来是98号选手，请评审老师亮分。全票通过，恭喜98号。接下来我们为15号选手打分。很�遗憾，有3位评委老师亮起了淘汰，那15号选手暂时没有办法晋级。我们为32号选手打分，同样是5票通过，恭喜。我们为本场。场上的最后一位53号选手打分，全票通过，恭喜。好，那么5位选手当中有4位晋级，只有15号选手没有晋级。我们希望明年在这个舞台上继续看到你的身影。那请5位选手离场休息。充分一点，明年一定可以的。我不来了，我这辈子都不要参加这种鬼比赛了，我离开这个地方。那像菲儿这种情况，还有什么办法？没办法，很惋惜。不过根据比赛规则，评委们最后有权让一位选手复活，那就看菲儿有没有这个运气了。不过我很看好菲儿，几位评委对菲儿的印象也不错，只是那天菲儿状态不对。那就是说我们现在只能等着。你们可以主动一点，让菲儿准备一首原创歌曲。如果想复活，必须表现更出色。先更出色。菲儿，我跟电视台那个主任说了，他说你进入复活赛的可能性非常大，但是为了把握，必须要有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，这样进下一轮的可能性会大一些。陈博，我不想努力了。为什么？我要再受到打击，我真的以后连唱歌的勇气都没有了。孩子，你遇到这么点困难就过不去了，啊？这在我们眼里根本就不算个事儿啊。人这一生啊，会遇到很多沟沟坎坎，就是要连续不断的迈过这些沟沟坎坎，人才能成长嘛。你那么喜欢唱歌，就这么轻易的放弃了，你会甘心吗？自己好好琢磨琢磨，啊。
好。哎，这几天你把这个菜谱稍微调一下，增加点百合、西芹、苦瓜一类的这样的蔬菜。行。哎，老婆，那这样下去，菲儿不就毁了吗？杜宝的事儿，当时不也折腾了好几折腾才弄明白吗？这都是正常的。那不一样啊，那菲儿肯定没有杜宝那么能坚持，她肯定很脆弱呀。男孩子脸皮厚，女孩脸皮薄嘛。经常晒晒太阳，经风雨，